面对塔位难求，还有响应环保，吉安乡公所最近几年很积极在推广植障作业。除了加强慈云山环保植障园区的软硬体设施，乡公所还温馨设置精致的锦盒，还有关怀卡，赠送给植障家属来盛装先人骨灰，让先人可以尊荣一生。响应环保也解决塔位难求的问题，吉安乡最近几年积极推广植障，在慈云山建置一处环保植障园区，并且设置了精致锦盒还有关怀卡，让家属倍感温馨。吉安乡公所慈云山为了更贴近我们的这个乡亲，来缅怀我们的先人，所以特别呢制作了我们的这个环保植障的我们的骨灰盒哈，然后呢以及我们的感恩卡，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子子孙孙来进行对先人的缅怀。那当然哦，这是一份尊重，也是一份尊严，我们让他们尊荣一生的来写下他们这一辈子光荣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记录。所以今天哦，看到了在一整天里面就有六位的执仗的这个人数，那当然哦，在我们的慈云山也接近1000人的这样的一个执仗数，我们相信未来环保执仗是大家可以参酌，可以来作为一个让祖先呢更有尊荣的一种哦，这样的一个回归大地，回归于我们的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在这边吉安乡公所愿意为我们子子孙孙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跟我们老大人的这样的一个终身大事来做好更圆满、更关怀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慈云山环保植障园区从105年启用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位的先人选择长眠在这里。乡长游淑珍表示，环保植障是可以让祖先更有尊荣的一种回归大地与自然环境的选择。在面临慈云山零塔位的窘境之下，推广环保植障更具有意义。乡公所也会加强软硬体设备的改善及精进，让植障的服务更贴近民众的需求。谢吕慧，吉安乡报道。